感谢我夏天阿姨，感谢从头再来啊，感谢方程，感谢杨哥，感谢战士大哥啊，感谢杨波大哥，感谢平安是福阿姨，感谢碧海蓝天，感谢华哥啊，感谢亮哥，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，来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、叔阿姨们，新进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，还有外边往直播间走一走啊，哥姐们能帮杨哥点赞点赞，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，好吧，哥姐们，这两天好像没开播了，人气往下下了，但是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，把7点钟预约帮杨哥点一点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感谢你们支持，预约好了，告诉杨哥预约好了啊，欢迎新进来的哥姐们。感谢深圳会展中心大哥，来欢迎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，欢迎所有哥哥姐们回家，来把7点钟预约帮杨哥点一点，来找一找那个找一找牛逼哥啊，这两天来最后的人送给我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哥，你们最后剩还剩老哥一个了是吧，是吧，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，看着谁在对岸留下一句对白，听着爱或不爱，心都已不在，回头再也看不见有你的那片海，唱怎么样大龙啊，我听不着回响啊，大美联系吗？大美没联系啊。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，大美为什么没联系啊？杨子说心里话啊，因为杨子比他大10多岁，我寻思的话就是，还是别联系了啊。联系完了，到时候人姑娘真正喜欢杨子时候，完了给造成伤害比较大，自己的痛苦不要强加别人身上，我感觉这样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因为自己都痛苦的话，人家强加别人身上就没有多大意义了。杨子说心里话，这两天我住院的时候，我就真感受了说，人在关键时候你健康最重要。什么叫你的另一半呢？是在你难的时候有人在资助你，陪着你身边，在你难的时候真正的有人懂你的人，对不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感觉说对不对？对，打个对是吧。美丽没有来找我了啊，美丽的话应该是过年来找我是吧，但是没找的话我也不强求啊，所有的人我都不强求，杨子就看透了，就是当我躺医院的时候我说心里话，我就已经看透了是吧，真的叔叔阿姨是吧。感谢我征服大哥，感谢直播间所有的老哥老姐们、叔阿姨们啊！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就杨子躺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就看淡了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今后在一起啊，就有另一半了。他就是你在住院的时候，他不陪在你身边；你在生病的时候没陪在你身边，或者你在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没陪在你身边，全等于零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姐们？就全是零。就你人当你有今后有很多很多的财富的时候，对吧，你当你躺在床的时候，对吧，给你疼得直打滚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用。这杨子看透了一切，说句心里话，只有说踏踏实实的哎，自个踏踏实实每一步慢慢用心用力去干，把一些事情做好就行了。所以老婆老姐们喜欢杨子的，帮杨子点个小黄小屋左下角预约点一点，好不好，哥哥姐们，把左下角预约点一点，来7点钟预约点一点啊。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我的
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妹嫁谁了？啊，感谢琴琴的送那个棒棒糖啊。那个林妹嫁谁跟杨子任何关系没有啊？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，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现在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？因为啥？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们，就是我们俩之间，就是那啥呢？达到什么呢？说他走他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叔叔阿姨姐们懂吗？明白我说意思吗？因为人生中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他没有在你身边，没陪你对过最难；在你生病的时候，也没陪着你的身转。陪着你身边，就是所有的事情，那话怎么叫话？英文说的话最好听的话叫 goodbye， 对不，叔叔阿姐们？啊，还不是杨子踏踏实实想着自己是吧？还不是跟琴琴们俩扛着大山是吧？琴琴在我直播间呢，琴琴来连个麦来。来直播间说老老姐们到1000人来。把预约点点啊，这两天一直没有预约，但人气上的比较慢啊。老哥老姐们，把7点钟预约帮点一点，预约点好，点预约点好是吧？我说的都实话啊，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，因为啥？因为人生在你真的在你这难和痛苦的时候，你帮助了别人，用心意帮助了。我杨子可以说一句话，就连昨天扫大街的阿姨，杨子看着三个人扫大街都很不容易，杨子上去买两袋鲜花饼，没多少钱。但是几十块钱是杨子一份心意，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们，我不知道说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姐们，对的打个对。真的，叔叔阿姨姐们，今天我看那个就是我最早那个我说那个就是那得癌症的老大爷，我今天上您家去的是吧？我今天晚上去大龙这剪视频的是吧？你看我路上我杨子干的事儿，就路上杨子看的是吧？所有的人，我说实话，只有你真正的懂你的人，真正你踏踏实做每件事的人，你真正能达到一个高度。拿到个高，达到个高度是吧？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每个人都挺不容易是吧？只要你坚持，啊，但是咱的正能量，就是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能说句话，我能走出那高谷，能走到今天，说来做直播了，叔叔阿姐们，很多人都看着我都可笑，但是别人笑话你，别人不把钱一分钱搁到你兜里头，这是实话啊。别人没有跟你说你今天说你养着多难。对吧？大伙怎么怎么地？那我以前穿溜滑水滑的，就豪车开着，对吧？下边员工几百个员工的时候，这家都叫喊你董事长牛逼，对吧？但是你现在啥也不是的时候，真正的懂你的几个人，身边有几个朋友了？我说实话，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。人生中有5个手指能数过来的朋友，啊，过命的交情，或者真正跟你雪中送炭的时候，就已足够了。直播间我不知道说杨说对不对，对打个对来，就已足够了，是吧？剩别的都臭养成着是吧？来欢迎我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回家来支持杨子，国民打支持来。哎呀，这是啥脸没洗着呢？还不是光线的问题。光线有点背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脸也不洗呀、啊，这个。确实，晚上了嘛，刚洗完脸要睡觉呢。我都说了，我说那个这脸也不洗，这么漂亮。我洗脸了，我说刚光线的问题，洗脸了，洗脸了。啊，洗脸了，洗脸了。嗯，洗脸了，洗脸了。直播间所有哥姐们，对面的姑娘长得好不好看呢？啊，哥姐们，杨哥可以，那我桃花岛岛主能不可以吗？是吧？你看我40岁，直播间哥姐们，我今年39岁，是吧？净都年轻小姑娘喜欢我，是吧？真的，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不是杨哥吹啊，最起码杨哥在他们心中是不是？你说？你看着我是不是感觉是不是挺好的啊？你这夸的，你这自夸是真的没得说。你那说一我脸大了，你说看着我不好是吧？琴琴真的今天真漂亮，人啥时候不漂亮？人还有个美人痣呢是吧？那个这边还有个美人痣呢是吧？
我刚剪完头发，这两天刚剪短了。怪不得又变漂亮了。刚把长头发给剪了，长发及腰都给剪了。我生哥呀，生哥，你是我跟谁长都像啊，生哥是吧？你只要是生哥，你可怕，你兄弟找不着媳妇，只要美女都长都像，哈哈，生哥是不是生哥？长得确实，对面这个琴琴长得确实漂亮啊，这有什么说什么啊？对吧？确实漂亮吗？是挺漂亮。啊，哪有自己夸自己的？啊，哪有自己夸自己的？那不是吗？那当然的呀。你这家是真，我一说人都说那个，包括眼睛，哎呦我的妈！你看真仔细咋的，生哥，你这太看太仔细，大哥你呀，跟我般配吗？直播间所有叔阿姨们，般配吗？皮肤也好，人也更漂亮，有夫妻相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可别逗了，是吧？其实我想问直播间哥哥姐他们了，这直播间哪个女孩子上来跟杨哥不配的？般配是吧？我今年39岁，属老鼠的是吧？那你看看我有啥需要的？我不也上了好几了，我也没说我小姑娘啊，啊？我也没说我18岁小姑娘啊。很有夫妻相，互相了解一下啊。对面的琴琴是贵州人啊，他就一直上，他一直嘴上说上我，叫我上他家请吃杀猪肉的是吧？但是一直嘴上说，但实际行动从来没打过一个电话说杨哥你来我们家吃杀猪肉是吧？我跟你说就这样人。那不叫你来，你也不来吗？你叫我来，那我能不来吗？你主要那你没你有得诚心呢。来，那你来我家。亲戚有没有？人还是黄花大闺女呢，你可别瞎逗了啊！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啊，对面的姑娘确实长得好看啊，喜欢杨哥，咱直播间7点钟预约点一点啊，好几天没开播了，琴琴可以，绝对是可以的，人家的来拉你去。对，朝阳阿姨，你说太对了，杨子不要面子吗？我怕又受伤害是吧？因为我对面受伤害是吧？欢迎老英哥啊！我看上琴琴了。先给你买套护具，你就不伤了，不会伤了。我直播间有个故人秋，那个看上你了是吧？啊，故人我直播间有个故人秋是看上你了吗？我也喜欢琴琴，建哥也喜欢琴琴，完了，这咋整的？你们都没对象啥的？我刚说，我说我直播间的女孩，在我直播里头啊，说琴琴长得是，就是这里边最美的一个，是吧？真的是吧？你就来我直播间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叔叔阿姨姐们？是帮打烊的打是，是帮烊的打是来。眼睛，头往上梳梳，你叫大伙儿好好看看吧，眼睛，你头往上梳梳。老那天不输了吗？哎，对，像哪个明星的？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是什么？张惠妹是哪个明星的？是吧？我就想不起来了，是吧？白白净净的，真好。幸运的羊子，我跟你说，今年我不知道怎么着啊，真的说，真的就不一样了。羊子要支棱起来，我看了是吧？你看他一来，我直播间人气马上上来是吧？就我直播间，我就邪了是吧？真的，琴琴，我跟你说话，你一来我直播间，嘎嘎上人是吧？就真邪了是吧？点赞也嘎嘎往上点，完了预约也上来了，人气也上来是吧？
有这么夸张吗？直播间输出来一个节目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看着我公屏你就知道了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的，公屏扣个一来。生活的虽然没横过脸颊，谁在西楼撑着儿女看霸屏了是吧？永远多的灵性，我人气王，俺家游哥说你是人气王。是吗？我没有。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姐们，真的啊，人一来的话真不一样是吧？我与袁哥没怎么上过直播间。明儿你也做直播得了。我做直播我不行，我口才不行。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，你说对面这个琴琴做直播可以吗？哎呀别整惩罚，你别瞎叫，这整个羊勺晚上好了，你这这瞎扯淡的。这人气杠杠的啊，你进来是吧？直播间左下角预约给羊肉点一点啊，小雨预约点一点好不好？叔叔阿姨姐们啊，主要有预约点一点可以是吧？您说你可以的，你做直播肯定没问题是吧？我你做直播就比我人气都旺，真的啊。女孩做直播我跟你说就是人气旺，你看我直播间的喜欢我都是阿姨和姐姐，在我直播间就女孩做直播，这帮大老爷们儿就跟你，我跟你说东北话的要就那个东北话，就是这些大叔那个这些大哥都上女孩直播间是吧？就半夜里抛的趴那嘎都不走，真的啊。怎么就阿姨是不知道，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，嗯，我看了一个什么视频啊，就两口子离婚了，你用啥离婚了啊？我跟你讲看视频，就这小伙这个男的在家里啥也不干你知道吗，就刷美女视频，那边那刷那边那刷，完媳妇急眼了呀，啪给他饭也不吃了是吧，啪给他给打巴上，给这男一打一愣是吧，这男把手机都掉了是吧，这男的天天的就刷美女视频，真的啊。你说那你那家人呢，所以说直播间叔叔阿姨姐们，我说心里话啊，就真的啊，杨说心里话，就咱家大哥大叔大哥大叔的说就愿意看美女，你们说心里话是不是吧？是打个是，男女配合干活不累，人气长得杠杠的呢。感谢我征服哥啊，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姐们，咱直播间哥姐们能不能上点小红心啥的啊，咱们霸气点，有没有眼镜，哪个大哥整个眼镜啥的，这长时间没看着眼镜了。这头剪完是挺好看的是吧，头发剪短了，以前剪之前快到腰了。你说我要上你家去的话，你家要对我有啥要求啊？我妈没要求，我们家就是我喜欢就行。啊，就你喜欢就行。对。那你看我怎么样啊？长得美长寿，那肯定的，全哥是吧？我全哥就爱看美女是吧？这贵州我跟你说。云南是小辣椒，贵州上的贵州的女孩说你们的女孩，你说皮肤长这么好的那边是吧，长得这么好看吗？也没有吧，我们这边就是跟云南差不多呀。云南那边云南我在这边看着小姑娘都长得挺黑的是吧。昨天我去花卉市场的时候啊，我不瞒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，我现场直播的时候，完了过来的时候啊，我说那个姐，那个我说你为什么你戴这花，这个戴个头上，他云南头上戴个花，我说什么意思呢？完了说那个就是好看嘛，意思吧。我说在我们北方的话，我说戴花的话都有讲究是吧？完了说那个他说我们南方小土豆是吧？哎呀，我说那你没去哈尔滨吗？是吧，南方小土豆在你们不是可得劲了吗？可受欢迎了。南方小土豆在我们哈尔滨，我说心里话啊，那嘎嘎带劲，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真就南方小土豆在我们北方老欢迎了是吧？嗯，我看了最近刷视频老刷了，都刷南方小土豆呢。是吧？
你要上去，你要说你要去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去哈尔滨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第一场雪。你要愿意那个不要聘礼的情况下，那我就可以带你去哈尔滨看第一场雪。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，你们说对吗？啊，老哥老姐们，你们说对吗？琴琴牙齿可以，这家你看有脸蛋可以，又牙齿可以的，又皮肤白的，你这家帮杨子全都看明白了是吧？啊，老哥老姐们，我看见你这你们看明白吗？白白的是吧？那你说我们俩有夫妻相没有？叔叔一个姐们，有的公民扣个一。来，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们，来感谢你们。把一扣起来，哥姐们来！把一扣起来，叔叔一个姐们，感谢你们支持，来！感谢你们支持啊，叔叔一个姐们啊！你这有声卡之后，声音都不用使劲说了，是吧？感谢你们默默相守，相信这次分别不是永久。这个头一次用户外的声卡到室内直播了，是吧？我会一直加油。刚才说你俩有夫妻相，你看家多人说咱俩有夫妻相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找个好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今后就是招财宝是吧？男人的成功必男人的成功是女人必须有个女人做坚持的后盾是吧？要不男人成功不了是吧？真的是吧？就像你这样白白净净的是吧？一说一笑的牙齿又这么白，还有个美人痣是吧？还这么朴实，这么可爱，一笑起来是那么甜着。哎呀，直播间叔叔一个姐们，你们说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行不行，叔叔一个姐们啊？行的，帮我杨哥打个行来。我跟你说啊，琴琴，我直播间这叔叔一个姐们，我是老着急了。就立马的，就是明天的话，你就你到能到我这来，或我上你这去是吧？咱俩就睡一被窝的好呢是吧？完了就是领结婚证，完了就是啥呢？就是有娃，完了就是啥呢？那种就是那个给人大伙叔叔阿姨们发点喜糖是吧？叔叔阿姨们就老高兴了是吧？是不是叔叔阿姨个姐们？这个行杨子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看行，杨哥你别逗兄弟行吗？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们啊，现在那个把预约点一点，七点钟预约点一点啊，在直播间1400多人了是吧？人气王来了是吧？对面是人气王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就是视频号上我跟你说是，这贵州大山里是默默无闻的大网红真的啊，但是啥呢？今天来到我直播间，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是吧？来到小杨直播间是吧？真的啊，虽然你没请我吃你家的杀猪肉，但是啥呢？我内心也高兴是吧？真的啊。我家猪还没杀，在哪里呢？现在在那个啊，姐现在在那个在云南的啊，在云南正相亲的是吧？今天我是正在相亲的，直播间哥哥姐们，老哥老姐们有合适给杨子介绍介绍啊。今天杨子39岁，属老鼠的是吧？正好40岁是吧？男人40这个成家立业嘛，正好是吧？这火候的话，我跟你说啊，琴琴，我跟你说心里话啊，小琴是吧？我除了生孩子不会，我什么都会，对吧？上知天堂啊，下知厨房，吹拉弹唱没有我样样精通的。直播间所有叔叔们都知道杨子是不是叔叔来给你们？你们公平着夸过杨子是不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真的啊，我真的我啥都会做。你看，你是吃东北菜铁锅炖大鹅，还是吃云南菜是那个油炸虫子，咱都会是吧？我不挑，那我不吃虫子。啊？我不挑食，但是我不吃虫子。那你想吃啥呀？我都吃蔬菜，不多，很少吃肉。羊肉你不喜欢吃吗？嗯，吃但是吃的少，都吃的少，吃肉吃的少。那不行的，你认识我，一定吃羊肉的是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姓杨是吧？在这呢。对吧？
原来这话在这呢。你应该喜欢吃羊肉的，是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对吧，叔叔和姐们？你看我会聊天吧？挺会聊的。啊？挺会聊，会聊。我有个兄弟啊，叫大龙。我跟你说，他比我会还更会聊天，是吧？他那就出口成章，啊，就是见着女孩的话，他出口成章，是吧？但是我比他稍微差一点，是吧？不不，你开玩的。练好练。勤勤富态，一语双关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跟你夸的真的。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，杨子啥也不说了，太感谢你们了，是吧？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啊，对杨的支持，对杨的厚爱。直播间所有老婆乐姐们，喜欢杨的帮杨的点点赞，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，有小花小草的帮杨上一上来，来感谢你们，来叔叔哥姐们把预约点一点来。感谢你们默默相守，相信我勇敢的去追他，是吧？你那意思是我今天上明天就上贵州吗？是吧？我会一直加油。感谢我春天故事大哥啊，送你小红心。直播间叔叔赶紧们1490多人这么热闹，老哥老姐们，感谢我香姐送的小红心。来，咱直播间叔叔阿姨姐们，咱一人上一个小红心行不行？咱把热度往上上一上，把人气往上一上。哥姐们叔叔阿姨们，能点赞把羊羊点个赞。羊羊直播每一场直播都是20万赞，这两天没有开播，因为羊刚刚住院出院，是吧？我说句心里话啊，那时候我要住院的时候，躺着坐在我身边，要勤勤在我身边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真的就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有个女孩，感谢我昆仑大哥，感谢我辉哥啊。有个女孩在你身边的时候，感谢我龙哥，你真的不一样，是吧？你躺在医院直打滚的时候，输输液的时候，有个女孩陪伴你，能跟你说两句话的时候，你都心都暖和，对不对？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，杨子没说错吧？是不是没说错？就这么对面的漂亮的姑娘话，她坐在我旁边的话，就握着我手，是吧？给我倒杯水，那我心里都老暖和了，是吧？怎么咳嗽了？啊，我今天去打吊瓶了，感冒。要不明天我给你寄几个梨过去，给你寄点贝母过去。不用，这边买的有，家里买的有。啊？买的有，买的有的。是不是在我是不是在我直播间买的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要在别的直播间买的，不支持我肯定是不行的啊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姐们？我跟人，感谢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们啊，真的，这头剪的我总感觉没那天好看呢，是吧？那天不是扎起来了吗？我今天没扎，可以扎，但我没扎，马上睡觉了，我就没扎，没扎。你为什么长这么好看呢？我妈生的，问我妈去。啊？要问我妈怎么把我生的那么好看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别人夸你是可以，你自己夸自己有点太自恋了，是吧？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啊，能点赞帮杨能点赞啊！现在38000赞了，马上到那个40000赞了啊！把手下的预约点好了之后，告诉杨一声预约好了，好吧？因为好几天没开播了啊，真的好几天没开播了。杨是住院，刚出院。我今天说实话啊，琴琴，我刚出院。我今天刚才又输完液，是吧？我身体一直这两天，你看我杨子，说实话啊，你看这老太太可心疼我了，说那个杨子，明天那个按时啊吃药啊，这全都给我开好了，是吧？就是我为啥拿声卡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不拿声卡，我提气提不上来，就清唱歌，我提气提不上来，说我还直播不了，我轻轻一说，拿着声卡的话，声音就很清晰了，是吧？要不我得特别用喊的声音去说直播。你们家里是不是听不特别冷啊？嗯，我们家没冷气，我烤电炉呢。在我们北方，我说句心里话啊，我跟你说，真正的话，爱他的人的话，这北方的话，就冬天晚啊，就小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就是，那话怎么说的呢？就是东北的女人都给男人暖被窝的，是吧？懂吗？你知道啥叫暖被窝吗？啊，然后呢？你知道什么叫暖被窝吗？被捂被窝吗？捂被子吗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那是叫暖被窝吗？女人给男人暖被窝吗？你那边有暖被窝吗？
没有哎。就你妈不给你办，你妈不给你办暖被窝。那是我爸去世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别说错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说，那你那个明儿找对象的话，给暖被窝吗？啊！我都用电热毯。那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后我娶媳妇必须给我暖被窝。哎呦我的妈！对不对，叔叔阿姨姐们？对的，公屏打对是吧？咱这点老爷们霸气没有了，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姐们？来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，对不对？来，感谢直播间我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感谢你们。来直播间所有哥姐们，来，把公屏的哥姐们，来把那公屏的对打个对，来，咱直播间咱热情点，来1500多人，来，马上1600人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他一来之后，我直播间人气咔咔往上上，是吧？真就邪了，是吧？我直播间这些老大哥，跟你说，叔叔们绝对不是一般人物，是吧？只要对面来，只要阳着对面有美女的话，就希望阳赶紧找一个女的，是吧？啊，直播间说哥姐们，阳着什么也不说了，就只有感谢你们了，是吧？感谢你们。我跟你说，这声卡也挺好，是吧？不用使劲，就一按按钮的话，音乐就配好了。叔叔阿姨们，因为有你们一路的支持，杨氏会更幸福；有你们一路的支持，杨氏会更加的美丽，是吧？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，对面的姑娘，我说小琴的话确实挺不错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的话，杨氏跟她有缘没有缘分，是吧？假如有缘有份的话，杨氏就我深入往下走一走。叔叔阿姨们，是吧？哎呀。这灯光还是灯光的问题，灯光要好看的话，我跟你说人更好看了，是吧？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真不一般，是吧？这南方的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跟你说，我长这么大的话，我小时候跟我妈就说一句话，我说我就愿望，我妈说什么愿望？说儿子，我说妈，我今后长大了，我一定做桃花岛岛主。又当桃花岛主了，是吧？你知道桃花岛岛主的话，你喜欢桃花岛岛主吗？是啥？我说你喜欢桃花岛岛主吗？哪方面呢？我感觉你这桃花岛岛主好像有深层的意思。就是桃花岛岛主，你看过那个就是那个有个那个就是那头那个。你还茫茫的噔噔的噔噔噔噔噔，射雕英雄传看过吗？看过。后儿那个郭靖不就当桃花岛岛主了吗？他得有个大岛啊。对，明儿就是我直播间哥姐嘛，就我缺个桃花岛岛主的那个另一半，是吧？桃花岛岛主有了，但是没有桃花。是不是直播间叔叔阿姨姐们？桃花得种。是种桃花啊，桃花种桃花呢，但是桃花的话，贵州的桃花真的美啊。双眼皮儿樱桃嘴。啊。这不就来了吗？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啊，喜欢杨的哥姐们，把右下角的预约点一点啊。好几天没开播，现在直播间1600多人，马上1700人了，好不？老哥老姐们，把预约点一点啊，咱是上人气。外边的哥姐们啊，那个这直播间是干什么呢？直播间是干啥呢？那个对面的姑娘是那个贵州的女孩，完了那个杨的是东北的纯爷们儿，我们俩现在连麦呢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外边的叔叔阿姨们进来之后，你看对面的姑娘帮杨氏选一选，就是我们俩有没有夫妻相，合不合适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假如有一天的话，你看她笑了，是吧？笑也这么可爱呢。那个我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都想叫我找到另一半，叫我当桃花岛岛主，是吧？直播间叔叔阿姨们这么合适吗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小琴，我得说心里话啊，琴琴，我得说心里话，就是我的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就老着急了，就是杨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过年你就只要你，哎，你就是你赶紧的是吧？
就老着急吃喜糖了，是吧？真的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呀、啊？是吧？就想给杨氏嫁出的是吧？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就想把你嫁出去。那你愿意娶我吗？我没听清，你知道？我说我拿不出彩礼啊。我不用彩礼的，我那个，我就一个要求，不当上门女婿就行，是吧？桃花有在直播，美女不断。云哥、鹏哥，你说太对，鹏哥啊，鹏哥你真是我大哥，这鹏哥是吧？鹏哥，你能不能给兄弟刷个小红心啥的，一毛钱？大哥，今时今日喜如风，风也。感谢我鹏哥。来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们来，帮杨氏点的赞啊，能分享直播间分享，分享直播间好吧，哥哥姐们，现在1700人马上到2000人，来哥哥姐们把那个左下角的预约点一点，来贵州要彩礼吗？聊点正经的，看有些要有些不要，就是贵州正常要彩礼多少钱呢？这我不清楚哎，那你们得问问，你不要彩礼是吧？我们家可能看对方吧，那你这下难住了，对方是啥意思？你就说那不得看自己心不心仪吗？自己喜欢了，我妈那么也同意呢，就是那就看着呗，那就看对方什么心意咯，反正男的贵。那你们贵州不给女儿带嫁妆啥的？带呀，会带呀。就是男的给你们顺水里的话，是那个你给你们那个出礼出10000块钱，完你给带回10万，是这意思吗？是不是啊？我全哥说那个给杨子那个凑80万，完你给我带回，你妈给我带回160万。但我就不用干了，我也不用干活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杨子明年也不用奋斗了，2024年，我2024年的话就是多相亲，相完就黄，黄完就香，香完就黄，黄完就香，对吧？就要那个倒贴的，要聘礼的，你们说行不行？叔叔阿姨哥姐们啊，就是有钱出点，没钱补点。那你家那意思就是，那意思我就啥也不用出，一个区别人就行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好多都这样，有钱家里面，女方家里面有钱就点，没钱的话也就那样，男方给多少就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第一点我不能干活，我这身体不好。嗯，真的我不能，对，干农活我干不了，我身体不好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刚得的胰腺炎，我身体老不好了，是吧？嗯，真的干不动活。就你跟我暖被窝，我跟你说，就晚上你真有那过分的想法，我都不行。真的，我现在就这种程度是吧？但是啥呢？就是你要叫我吃，我能吃。你说你这样的话，你爸妈能你妈能同意吗？这不得看我妈吗？不是，关键你呀，你找一个能吃又不干活的，又不出力的。对吧？找个牛又不耕地，你说你这是不是？对，三哥说了，我三哥大哥说了，嘴比什么都轻，要你干啥？我不是陪伴吗？嘴那啥，嘴你会说吗？主打个陪伴吗？对，主打个陪伴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对吧？咱这事的话，杨子跟你说相亲的话，我必须得我相那10个8个的，我得拿出手了，是吧？对面姑娘行不行？叔叔阿姨姐们，行的公屏打个行来，行的公屏霸屏打个行，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行的打屏行来，感谢我直播间所有老哥老姐们、叔叔阿姨哥姐们对杨子支持、对杨子认可。对面的公屏行啊，杨子跟你说，我得好好问问他，是吧？
杨是今年39岁40岁的是吧，对吧，我不能叫一个小姑娘把我骗到贵州的是吧，那肯定不行的是吧，对吧，我终身大事哪能这么轻易出手的是吧，对不对叔叔哥姐们，一会儿你看杨是问他什么问题啊，期待下一次的举手。